喂 ，Hello， 大家好啊！咁啊，今次呢个芒肉咧，其实就抽啦 ，level 3要抽啦。其实我最想要系雕闪啦，因为我冇啊。咁啊，其实level 5吸引嘅地方就系送嗰支果实剂，不过算啦，我都系唔想储。理论上其实我系储到嘅，但系费事储啦。嚟啦，喺呢度，好啦。其实好想要雕闪，或者系俾啲我冇，即系例如变财天女嗰啲咧，都 OK 嘅。系啦，就唔好俾苍野知啊，三成神啊呢啲咁嘅契弟我唔该。阿里阿多唔该，系啦，求求你，磨病兔有冇啊？应该冇啊，磨病兔限定嘅喂。屌！唉，哇，都 OK， 有手神玉 OK 喎。可能好多人哇，梅林仲想点啊？梅林你仲想点啊？系啊。我都唔知道我想点啦，已经有冇收真系梅林，我唔知要咁多只梅林做乜嘢，可以解释俾我听。你即系你当然系唔止三只啦，系咪先？当然有一只已经系兽神化咗啦，咁啊真系 FGO 又唔见佢俾咁多只梅林，去老尾系咪啊？系咪咁讲？食翻两只先真系，食翻两只振下庆先真系顶你个肺啊！唉。如果 FGO 嗰只梅林出多只俾我，你话如果我有四只梅林，你话几好啊？即刻补四可以，真系冇嘢好讲系啦。咁啊，唉，不过算啦，次次芒肉都系咁黑嘅真系。除咗第一次抽到家具土之后，我就未好过啦已经。咁啊，算啦，我哋下次见啦，拜拜。